崔娥姐，我帮你出去。你给我开门！你给我开门！你别急，我去给你开门。快点，你快呀，你快去！我要出去。啊，崔娥姐，我要是给你开了门，你可要乖乖的了。好，我乖乖的，我哪儿也不去。你可真的不许乱跑！我知道我不去，我真不去，我乖，你快去啊！ 哪儿也不去。我念你的，刘姐，你不能跑！你答应我不跑的。你放开我！不行不行，放开我！不行，喂，你看，那儿有一只鸟。你看。 你怎么洗我家的衣服啊？我在帮你洗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家的衣服啊，我自己洗，不用你管。崔娥姐，哎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的衣服我自己洗，不要你管。哎，哎呀，崔娥，崔娥姐，你快乖一点哦，我也没办法，哪有纸巾啊？喂。 你看什么气呀？你都是结过两次婚的人了，像我这种光棍汉，想都想死了。别胡说，镇长，刚刚给他找一个，快憋不住了。是，东升那是担心翠娥得了那个病。镇长啊，其实翠娥这种病啊，担心也没有用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现在担心的是金凤啊。金凤都娶回来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就是，确实娶回来了，可是待不待得住就不知道了。 你来干什么？崔娥姐，这锅都烧干了，你想做什么呀？啊！哎，不许偷喝哦！不偷吃，不偷吃。妈，你回来啦！啊，回来了。妈，我剪的头发漂不漂亮啊？明天呐。 我还要把自己去理发店弄成电影明星那样，你是好不好？哦，还要烫啊！啊，妈，你来，你来，哦，你来，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妈，你来，你来呀！哦，你看我洗的衣服，我晾的衣服，怎么样？哦，这衣服是你洗的，你晾的？嗯，真的？不信啊？ 不信你问他。啊，金凤啊，这衣服都是翠娥洗的晾的，啊？妈，是啊，是真的，她挺能干的。哦，你不相信啊？妈相信，妈相信，翠娥真能干啊！你看衣服洗得这么干净啊。
哥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我回去一定会被爸揍的。谁叫你逃学？你还说？咸蛋刚好。我说过我挺能干的吧，妈。能干，能干。妈，还有一锅汤嘞，我全端给你喝啊，你等着。哎，尝尝。奇怪了，咸蛋刚好，还会洗衣服，他是不是好了？啊，妈，你别太高兴了，我觉得啊，这鸡汤不是他煮的。金凤，金凤，妈，金凤啊，我问你，那鸡汤是不是翠娥炖的？是啊。那衣服也是她自己洗的？也是她自己洗的。金凤啊，这关系到她的病情，好了解她是不是有所好转，才好找医生来进行治疗啊。你要如实的说。他洗了，我也帮他洗了一点儿。那鸡汤呢？也是他煮的，我只是帮他加了一点水，还有点调料。你非要帮我做事情，然后你说是你做的，你骗人，你是个坏女人。翠娥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骗你。翠娥，我没有。哎，翠娥，哎，翠娥，我翠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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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跟我抢事做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里我做什么都是第一。好，我没有，你第一，你第一啊！我就要抢他们的喜欢，我知道。他的事情不要管嘛，他会做很多很多事情，可以拆房子，可以拆地，知道吗？请问。是陈老师啊，真是稀客呀，来里边坐吧。哎，陈老师这么早的来做家访了？不是，我是来看曹家旺和曹家兴有没有回来。他们不都在学校吗？啊，是曹家旺上早课的时候他就跑出去了，后来他又回到学校把他妹妹给带走了，我很担心，所以我来看看。这个臭小子。可是陈老师他们都没有回来呀。没有回来啊！我先回去叫小嫂。哎，妈，老师慢走啊！哎，妈啊，我的儿子我知道，他很乖啊。是是是。翠娥，哎，翠娥，翠娥，我要去找牙医。妈，妈，翠娥，妈，妈，翠娥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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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跟着我干什么？翠娥姐，这样家旺危险的，你快跟我回去吧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找家旺啊，你快回去吧。翠娥姐，你再不回去，我放狗咬你！走啊！家旺，家旺，家旺！翠娥姐，哎呀！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翠娥，你帮我看看姐姐好不好？啊，快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家旺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家旺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你这人怎么了？嗨，你个疯婆子，你现在学会抢别人东西了，还给人家，那是人家的。哎，你个疯婆子，快走快走，脏死了！哎呀，翠娥姐，快扔掉！哎，这掉在地上的东西是不能。